家好，我们今天来到位于代田桥的 Share House。 那一样我们家特色就是你一定会有你自己的个人信箱，外面写着房间的号码，那再来是有室外的这个洗衣机。好，那这边呢好处我们一样是用这个密码的。好，那进来之后呢，可以看到哦，每一个房间你有两个鞋柜，像这个样子，这个房间有两个。进来之后呢，这边呢是我们这个布告栏，好，这边布告栏，所有想要告诉你的消息，我们都会贴在这里。还有一些垃圾分类的方式，当然还有拖鞋架。那我们现在来看到共有空间有什么呢？好，我们现在来看到我们共有布大。餐桌、电视哦，然后这边呢共有的有微波炉、烤箱，然后每一个房间你有自己的收纳柜，好，那都有写房号，所以不用担心你有足够的收纳空间。再来的话呢，我们来看到厨房，厨房的话下面是垃圾桶，那基本上住在 share house 大家一起轮流倒垃圾。那我们这边有提供这个洗碗巾啦、洗碗的海绵，还有厕所的卫生纸，基本上你不用准备。好，那这边的共有部还有煮水壶跟电磁炉，这些都是大家一起共用的。好，那餐具必须你要自己准备。好，那再过来看到呢，我们这边有摆的大电视和那个餐桌，然后这边的清扫用具还有吸尘器，基本上你可以借去打扫你自己的房间，用完再放回来就好了。那这边呢是洗脸台，好，有你自己的房间号码，你可以放你的牙膏牙刷。那这边也是收纳，可以放洗发精啊、香皂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边的洗澡只有在一楼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是一楼的厕所。好，厕所一样哦，免治马桶，然后由我们会来补充这个卫生纸。那当然，这个是淋浴间。我们总共其实六间房间共用一个淋浴间，然后两间厕所，淋浴间跟厕所都在一楼。那我们接下来呢来看一下这个房间，我们来看101。101的话呢，基本设备有冰箱，接下来呢桌子椅子，好，那冷气，然后这是给你吊衣服用的。接下来那边呢还有床铺，好，跟这个公共，就是你自己的，自己不是公共，自己的这个衣架。好，那这边的特色呢，每一个房间都有你自己的 WiFi， 所以你可以连接你自己独立的 ID 跟密码。好，这是101号，是在一楼的房间，采光不错，房间也挺四方的。然后我们现在二楼还有一间空房，我们上去看一下。好的，上来之后呢，先看到的是这个清扫用具，好，吸尘器啦、扫把都有摆，你可以借来打扫你自己的房间。那这边的话是这个紧急的避难出口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到二楼，我们来202号室。好，大家可以看到配备都一样哦，我们有冰箱、床铺、晒衣杆、冷气、桌子椅子，然后公共的晒衣架，一样有 WiFi。都有，都是基本的配备。好，那这边的冷气的话，基本上冷暖气都有，所以都不用担心。那代田桥其实它是非常非常租金非常优惠的物件哦，虽然它是就是小而美，只有六间房间，可是位于就是非常安静的住宅区内。然后呢，外面30秒有一间便利商店，从车站出来呢有大型的超市，还有百元商店。从这边呢搭电车到新宿只有7分钟，一班车就到了，所以其实地点非常非常方便。如果你今天是想要去新宿，有好的动线的话，我们非常推荐你这一间share house。那我们在东京等着你哦。